你好，我是一普通话的达安琪。Now, let's begin. A. 今年暑假我要去台湾旅游。B. 真的吗？一定要去日月潭哦。A. 今年暑假我要去台湾旅游。B. 真的吗？一定要去日月潭哦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